导给我们准备的是什么呀？有过没有过？这什么东西啊？对呀、啊，这个呢，就是我问你们问题，你们要如实的回答我有过还是没有过。这、啊、很简单的、啊，有过没有过？但是如果其中一个人和另外两个人不一样的话，他就要把面前的一整杯水都喝掉。啊，一整杯。对呀、啊，这原来不是怕我们渴准备的，当然不是，我刚想喝它，原来是惩罚。嗯，好吧，那你来问我们吧。那我要开始问啦。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看看你们爱不爱干净，有没有捡过地上的东西吃？一、二、三，有过。啊哦，哎，你吃过吧？不可能，就我们在这一起玩的什么的。小时候应该不会干过这些事吧？没有，我掉在桌子上，吃饭时候掉在桌子上，我会捡起来。但如果掉在地上的话，还是做不到哎。喝水吧，喝了吧。哦，其实你听没听过？就是说掉在地上的话，三秒之内捡起来吃的话是没有关系。对，我听说过，好撑啊！你听过吗？我听过，但是我不敢实践。你说掉地上都有土了呀？啊，现在我们可能会觉得特别不干净，但小时候真的不知道吗？如果你吃了一块糖，掉在地上了，对，你怎么舍得扔掉啊？对，就是糖，多贵呀、啊！多贵啊！也不是很贵的，小的时候没有零花钱。哦，我给姑姑姐姐先倒上，我感觉下一次还是姑姑姐姐喝。我也觉得。问完这个问题之后，我临时又想到了一个问题。是什么？来吧，临时。嗯，你们在小学的时候，就是很小的时候，有没有吃过自己的鼻屎？一、二、三，没有过。什么？我就知道。甜吗？甜。因为我记得韩导，你吃过鼻屎吗？我没吃过，但是我一个朋友他跟我说鼻屎是甜的，让我尝尝。啊、我有一个朋友也是，我看过，可是我真的是哇，喝吧。我觉得不是鼻屎，真的不正常。你小时候，我的朋友他们也全都吃过鼻屎。天哪，太重口味了！我四岁五岁的时候，对，我小学的一个同桌，他就抠完鼻子之后就直接我的天，哎，我的形象碎了。原来真真就是这样。好问题，好问题。我现在不是。你不用解释，我现在不是了。你吃也行，不吃你吃也行。以后搞一个吃鼻屎大赛，你俩玩吧，韩导行吗？不要带我和锅锅了。饱了，饱了。问一个正常一点的问题吧。好。好，你们在小学的时候有没有暗恋过小男生啊？一、二、三，没有过。啊，你们都有过呀？对，就是班长的。其实小学的时候，我觉得那大家肯定都喜欢学习好的嘛。对呀、啊，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跟我们班的另外一个男同学，我们两个总是搭档，每一次都考100分，每一次都是班级第一。你喜欢学习好的男生吗？对，然后我就觉得啊，这个男生很好，不是说喜欢，就小的时候就总想跟他一起玩。你有没有偷偷给人家送过礼物？没有没有，我都是光明正大的，就是每一次买零食的时候，我会买2份，我说那给你，我们两个一人一个，好像也算啊。对。我送过，我就是小时候单纯的喜欢班长嘛，哦，好像每个小女孩都啊，对，他是我们班长，班长是女的，班长啊、我们班长是女孩子，对对对，班长没有办法喜欢他，也帅，然后我给他写了一封情书，然后他才这样才撕掉，幸亏我没说是我啊，你写了一个匿名情书，对，我没说那个人是我。如果你幸亏，你如果说了他以后，对，可能就不撕掉。对呀、啊，就不撕掉。他直接告诉老师，老师，我买这个情况过。对，然后你就会被罚站了。对，然后说找家长，真正把你妈妈找过来。哇，真的是很……现在一想的话，那
我要问下一个问题了，这是一个有点煽情的问题。你们有没有对自己的父母说过“我爱你”？一、二、三，有过，有过呀，很经常说呀。对对对 对, 对, 对，妈妈给我零花钱的时候，我经常妈妈我爱你。我是我管妈妈要零花钱的，妈妈我爱你，哦，要多钱？就是这种。对呀、啊，那我就比较不是这一种，不是要钱的，因为我跟我妈妈是属于那种就是。不是很喜欢说我爱你的这种关系，就是平时会吵架呀、闹别扭啊，我妈妈会骂我呀这样的。然后今年感恩节的时候，然后我就给我妈妈发了好长一段的微信呢，然后我最后说，我妈妈我爱你，辛苦你，谢谢你养我长这么大。哇，好感人呢、确实是我们应该经常对父母说一下我爱你，不是要只收到零花钱的时候。对，魔力姐你知道吗，就当我给我妈妈发过那个微信之后，我爸爸跟我说，我妈妈每一次看那个微信连续三天，每一次看都会哭一下哭一下。好感人呢，我都要哭掉了，我也要哭了。如果是我妈妈的话，她是绝对不会哭的。你这任班长，你妈妈会说是不是缺钱了？对，我妈妈会习惯了。我们要进行下一个问题了。好，我们抛开煽情，再问一个奇葩的问题。你们有没有闻过自己的袜子？一、二、三，有过。就每次回家一脱掉袜子，现在还闻呢。现在还闻呢。每个人都会闻，你从小闻到大呀，天天闻呢。就是每次回家一脱掉袜子，会闻一下。还是根本都不会，用湿鼻屎闻袜子，臭吗？不臭。你闻什么呀？就是喜欢这种。肯定是因为臭。不臭，我香。不是不是，我就会就是不知道它是干净还是脏的时候，我就会捡起来闻一下。我以为你把所有的袜子都扔在桶里，然后闻一下那个桶。我是这个样子，就是脱掉几双袜子呢，没有洗，它混在了一起，味道呢当时不是很好，是不是？我就想确认一下哪双袜子味不好，我下次就不穿了，就不洗了呗。我洗是洗，下次就不穿了。可能是那个袜子的这个质量啊，对，不是粘的呀，等等等等。袜子，怪袜子了，袜子臭，怪袜子了。不，怪鞋。对对，也有可能怪我的脚。脚臭袜子，不臭，不臭。那好，现在我的问题呢已经问完了，现在需要你们互相问对方的问题。互相问，那谁先问呢？那我先问啊，那我想一下啊，你一定要说我们和你不一样的，你觉得我们没有发生过的或者是发生过的。好，那我想好了，问吧。第一个问题，我曾经被人家抢劫过，然后受过伤，你们两个有过吗？一、二、三，没有过。你被人抢劫过？对对。哇，你终于遇到了抢劫吗？大抢劫。抢劫，我被人偷过钱包，可是不算抢劫，是抢劫。那一天就是我高中的时候嘛，然后放学就比较晚，因为高中的时候大家都在好好学习，然后晚自习，然后我就进到我们家小区了，我就看到有一个假山，我们家小区有一个假山，后面藏人了。对，有一个男生，我上楼的时候我就回头发现有一个黑影跑过来，就冲我冲过来，然后我看到他手里拎着一把刀，很长很长。很长很长的刀，太恐怖了。然后他跑过来，我就肯定要跑啊！我家住三楼，当时我跑得还挺快的，刚好我们家门没有关得特别严，就虚掩着那种。我刚回家就把门关上了，关上去之后，我就看到那个人拎着菜刀，很长的那种菜，像切西瓜的那种刀吧。然后从我们家路过，就继续上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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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有找到我之后，然后他就下来。还好你跑得快，真的是，要不然真的是后果不堪。不，还好我们家楼层比较低。有可能是心理变态，好恐怖，好恐怖！我们要干杯了，我们要喝水哈。所以我觉得我说这件事情之后，那咱们看过节目的小朋友们也要提防一下，就身边有没有坏人，千万不要被人尾随。接下来魔力姐姐吧，魔力姐姐说一下。我这个问题好像有点太，说完之后我感觉我会被喷的。你们，我小时候，在幼儿园的时候，就小时候就可以啊，有过打粑粑拉在了裤
裤子里的经历，你们有过吗？一、二、三，没有过啊？你也有过呀？肯定会有啊！你什么情况？就小的时候嘛，我们幼儿园的老师可能就比较严格，就是说上课的时候你不可以说话，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举手想要上厕所。然后老师就不理我，我又举手，老师又不理我，又举手，老师又不理我，然后你就拉了。我说老师，老师说不许说话，我就没有忍住。啊，太严了。我是那个时候，就是中午小孩子们会午睡嘛，然后老师也在旁边睡觉呢。我懂事儿啊，我也不好意思打扰老师啊。然后其实我当时我现在就想，那个时候我明明可以自己去洗手间嘛，你说我为什么得去呢？对呢，你懂事儿啊。就在床上就拉了，我理解哇，是你懒，可能是你懒。然后老师就把我爸爸找来了，到现在还记着呢。好了，我的问题问完了。啊，该我理姐姐也要喝水了，喝水啊？是魔力没有了，因为我有过。对，你怎么能有过呢？你应该说我当时的那个幼儿园老师啊，为什么要这样呢？尿吐了。魔力姐姐，如果你一会儿想上厕所可以跟我们说。我懂事，我憋的。我不憋的。好了，你问吧，珍珍班长。我小时候为了正义，为了正义，为了正义，你能干嘛呀？跟我同桌的男生打架打赢了，为了正义打架打赢了。一二三，有过！我的妈呀！打架了不就？对呀、啊，还打赢过吗？打赢了。我们班就有一个男孩欺负女孩，然后我就替那个女孩报仇，就给那个男的打。真的吗？那个男孩哭了。然后我被说了，我被老师批评了。我记得小朋友不要这样，小朋友不要这样。我记得我跟我同桌男生，就是我们用的那个桌子，长的那种桌子，然后他们总是把胳膊放到我的那个。啊，我们以前经常有一条三八线，对，你要过我的线。对，我们之前就是那样弄了一个线。啊，我小时候脾气有点暴躁。他过线了，你也不过线的时候，这我就给了他一个电炮。我想知道，你就是为了正义吗？对呀，对呀，他不可以跨线的。就两个好朋友之间就过一下，就过一下好了。小暴脾气，然后他就哭着说要去告老师，然后他还没去敢告。这个小孩很懂事儿啊。对，你什么情况？就我们几个分小组，我们一起都学习，就只有他在捣乱，然后我就生气，我就不把他给揍了。其实也生气了，就一直掐着我，但是我也不知道我哪来那么大的力气呀。我们现在力气也挺大的。对，我们都打过男孩子。对，喝吧，怎么这么少？我刚才喝了一口。喝了，我看到了。真真那叫豪爽。对，真真是。还要再，我们还要再问一轮吗？还要再问一轮。给我姐想一想，我想一想。你先问吧。对，我先问，然后你问。我小的时候，有被别人起过外号，你们有吗？一、二、三，有过。肯定有过呀。对呀。你们有外号？对呀。你们外号什么？哎，我外号特别多。经典的，就比如，因为我姓郭，你姓郭，郭老，对，你怎么能给别人起外号呢？好讨厌，就随口就出来了，什么锅碗瓢盆，什么锅盖，还有马勺子，马勺子是啥？就是我们东北那种炒勺嘛，大家都叫它马勺子，马勺子姐姐。郭姐姐从此以后叫郭巴姐姐了。郭巴姐姐，你叫什么呀？我的外号也有啊，就说两个吧，一个是大眼虎，一个叫青蛙。为什么叫青蛙？青蛙啊，为什么叫青蛙呢？我等会儿跟你们说，在下一个问题里面。为什么叫男人婆？对呀、啊。因为我小时候特别男生打架。对呀、啊，你看给人一电炮，不是男人婆吗？对，就是
我小时候的外号有两个，就特别经典，就从小到现在还有人叫我，还有一个到现在还有人这么叫我，什么？一个呢是。我小时候戴眼镜，他们我的名字里面有一个梅，他们就叫我四眼梅。当然现在已经不戴眼镜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大本漏，大本漏，你们听过？你们知道本漏是什么吗？知道，额头。你看他也大本漏，聪明，脑门大，聪明。然后所以我就以后就把这个刘海放下面，把我的大本漏给遮住了。他们现在见我们呢，经常叫本漏本漏本漏。本儿了，我就觉得像叫一只狗。本儿了，本儿了，本儿了，你看像条狗吗？哎，稍微有点像哎。啊，是吗？你像什么像？那接下来是锅巴姐姐。锅巴姐姐，锅巴姐姐的问题。哇。那说一个，哎，我没喝，你没喝是吧？太好了，幸亏你。这个给你倒过来，这个给你倒过来。锅巴姐姐问着，魔力姐姐喝着。嗯，我曾经。在电视台工作的时候，会有粉丝，然后打车的时候就出租车遇到我的粉丝，然后给我免了车费。三二一，没有过。哎，不是我问我有在路上遇到过粉丝，可是他没有钱，是小孩儿。对呀、啊，他没有什么能力去问。哎，哎，对你不是遇到过那个饭店老板吗？有过，有过，有过。有过有过，我和我们大哥去旅游，在丽江的时候，我们有遇到一个小粉丝，他的妈妈是正好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老板娘就是我们小粉丝的妈妈，然后就给我们优惠了好多好多嘛。那我那个算吗？就我下雨天，我坐出租车回家的时候，那个出租车是司机没跟我要车费。就给我免了，那可能粉丝，那可能是因为你长得漂亮而已。啊，我在丽江遇到那个小粉丝叫小雅，然后妈妈开的饭店叫丫丫私厨，丫丫私厨特别好吃。小雅应该还在看我们的节目吧？对，应该是，一定是。姑姑姐姐喝水吧。那是三二一之后才说的，可以吗？还早算吗？算算。好吧。河里哦，你们有过吗？男人婆，一二三，没有过啊！锅巴姐姐，你掉进河里过？抓什么？蜻蜓啊！啊，蜻蜓，它飞的时候，然后你就追它跑了。对对对，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姥姥家是在农村那边，就。门前是有一条大河的，然后就小孩子们抓蜻蜓嘛，然后抓着就扑通掉进河里了，但还好那个河水不是很深。看来我们小时候真的是有好多奇葩的事。对，那珍珍班长呢？喝吧。对，我就是为了一只青蛙。你抓到那只青蛙了吗？没有，所以自己所以就叫青蛙了是吗？对，所以自己变成了青蛙。就是、我去抓青蛙的时候，我想着啊，终于要抓到了，一屁股坐下去的时候，哇，坐的是河里，那个河水特别特别深，然后中间有那个冲过去的那个地方，然后像一点，对我差一点就被那个河水冲过去，还好钓鱼的那些叔叔们看到了，拿了一个好淘气呀、啊，拿了一个长长的树枝给我扔了下来。我抓着那个树枝上来的，所以你叫青蛙了吗？对，以后我们就改名了。她叫锅巴姐姐，你叫青蛙姐姐，本儿了姐姐。不，我们还是用原来的。不会逃避。本儿了，你们都不会写吧？我也不会写，只有我会写。我也会。怎么写？镜装，你会什么？哇，那我们今天真的爆料了好多我们小时候很糗的事情。对，对呀、啊，特别是还有吃鼻屎这个。对呀、啊，其实你们肯定都吃过，就是自己心里最清楚。我真的没有，真的没有，我保证，我拍的是心里
例证，是小朋友们看过我们这期节目之后，如果小朋友们身上发生过什么样有趣的事情啊，或者比较糗的事情啊，可以分享给我们呢。没错没错，那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吧，一定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新魔力玩具学校哦。还有大家要记得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新魔力玩具学校的官方微博。那我们下期节目拜拜。